职工核对名单，确认要接受手术的乡亲都有来到医院报到。延续三月初柬埔寨志工在察交省的义诊之爱，志工忙着协助的是当时眼科登记要转诊的病患，第一批有26人。他们都是乡下的农民，生活比较贫困，所以我们实际帮助他们转诊到金边就医。这些转诊的患者几乎都不曾来过大医院就诊，内心的紧张可想而知。志工一直陪伴在旁，化解了老人家们的不安。除了协助白内障患者转诊开刀，志工的关怀也再度送进了泰格巴县。乡亲们等着自己在三周前配的眼镜，希望重新看清这个世界。眼镜发放结束，志工还进行居家关怀，送上平安吊饰，也传递满满祝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潘晓彤、谢明勋、洪文清，柬埔寨报道。